小姐，你这什么装扮啊？我夏天呀，跟个消防员似的。还可以吗？你们一大早打了这么多啊？对啊，这块田的话今天应该能打完，但是下面那块田估计今天打不了了。行，那个鸭和那个鹅我都已经杀好了，然后我下来帮忙。是你这个鸭和鹅不容易啊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你会？你会不会啊？你问问我舅舅啊，只要我在四川，每一年打那个打谷子、插秧子，我没来，我没帮忙的。哦。戴个帽子啊，戴着，放个。真厉害。干活吧。小姐，休息一下了吧。你看你成小黄猫了，满头大汗的。当然。我看你都体力不支了，休息一下去喝点。你才晚我。你是不是想休息了？我怎么可能想休息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一道店，我今天能把它勾完。啊？我能把它勾完，这么一天，我都不用休息的。你别喘气儿啊你！你是不是不打草稿呢？你别拆穿我吧。没体验过吧？没打过什么？啊？很多年没体验过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是跟天抢时间，没办法了啊。我再把这一片割了，我给你收割大了啊。行，你上去吧，你上去吧，我来割吧。这里等会儿啊，下雨了，你上去做饭吧。那么多人等着吃饭呢。没事，今天尽量把这一片搞完啊。行，我割吧，你去做饭吧。